灯吗？灯我在擦。好像是蜜橘，难怪没人摘。太酸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手。今天离开了温泉度假村。昨天听小马说，他在这个村蹭饭蹭得挺顺利的。然后海哥跟小强也去蹭饭去了，就在这个村里。我们两个就在这里等一会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农家小院，刚才到里面坐了一下，环境很好。老板也很热情，我们一过去就问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吃饭。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一会海哥。给我呀！是送给你。你来这里吃饭是吗？我们来这里旅游的，然后还没吃中午饭。哦。这里吃的。送给你吃吧。哇，这根甘蔗好长。很甜吧？这甘蔗。还好。这根甘蔗有好重啊。是，很重。先放这里，先放这里。拿过去。来，拉刀子，拉刀子，搞钝了，好吧？你们也在做午饭吃了？来，坐了。你们都在里吃饭。刚才有没有看见两个人从这里过？没有哎。朋友吗？刚回来。刚从地里面回来呀。南昆山，你们去哪里玩了？我们到那边泡了一下温泉，然后。敖高山那边吗？那里。温泉是吧？就是那个广河高速那下面，就是这条高速下面那里前面。沙泾那里。哎，对，沙泾没错。那是
私家温泉。哦，谢谢。哦，那不客气了。没所谓的。给你还有。啊。那我先放过去了。啊。啊。马哥。吃甘蔗。你这是买来蹭的。人家送的。哎，我感觉不用在这吃饭了，去在这蹭饭得了。所以我知道这边的人特别的热情，你知道吧？那放尾箱里面去吧。那我也得给人家点东西啊。那肯定。这是项链，看看吧。这个，嗯。嗯，苏阿姨，啊，那我也不能白要您的甘蔗，做菜用的油，不，你不吃，小小，我们自己种的打的没所谓的，这做菜的你们用得上，田里有的，没事没事，你们也是你们也种也不容易啊，你们种的也是卖钱的，你们含量不要啊，阿田得含量，甘蔗啊，够了啊，谢谢哈，要吗？番薯这个是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家里有。拿去啊！不用啊！不用吗？不用。不用啊！那么客气。没事。那个又不值钱的。这一壶油也要不了几个钱啊。谢谢。跑一下了哈，嗯，体验一下嘛，啊，也记录一下，就是到过的地方，遇见的人。你们平常，你们是在这里工作吗？附近工作吗？没有工作，我们出来旅行的。自己做老板。哪里老板？在外面讨饭吃。其实你们那里开车过来也不是很远，好像五六个小时多。我们已经在外面待了好久了。我们是从福建过来的。从福建走到汕头，然后走到深圳，然后你们是做那个直播吗？我们做旅游自媒体的。哦，怪不得。嗯，做了西瓜。要采风一下啊、哦。啊，西瓜视频。嗯。来了，我们交给你说。不能给他这么的。那你家养了好多鸡啊？鸡啊，鹅啊，这些都是你家里的吗？这个鸡就是叫胡须鸡吗？这个鸡好像跟我们家的鸡也一样啊。那为什么叫胡须鸡？啊？大叔，这个鸡为什么叫胡须鸡？龙门胡须鸡。那个还胡须鸡。它哪里有胡须啊？这个品种不叫胡须鸡，这个叫三黄鸡。三黄鸡是吧？它没有，胡须鸡是有那个胡须的。哦，我就是在你们这边听说胡须鸡。这鸡都是吃玉米，还有两只小鹅、灰鹅。这边也有种水稻，这条腿很好的哈。谢谢仙人掌。仙人掌啊。它没有刺吗？嗯。这个没有刺的吗？有的。有刺你摸它不会扎你啊？没。它没有那种小的毛吗？它这个嫩嘛，仙人掌不会发。哦，是啊。
真是真的没有毛哎。要得我发回去了，没有那种小的毛。是这个是不是那个火龙？不是。火龙果啊，不是。好像火龙还是霸王花，好像也是这样子打的。那火龙果它的是摘的，不是这种叶子的。啊、是那个长的，一根一根的，嗯，它是三个零的。这跑是不是到尖呢？这跑。我也不认识。这花就是在你们这边才有，啊、杜鹃花呀、啊。好像说是杜鹃吧。不是。这边是说叫杜鹃土花，但是应该是不是我感觉。杜鹃是跟樱花，跟硬山红一样的那杜鹃。也有人叫樱花，不知道。这个花就在你们这边见过，我们那边都没有。长得很好了。这边的人真是很热情，很友善哈。然后刚才在聊天的时候，他说叫我去他家里吃饭，他说饭已经在煮了，那个美女说的哈，但是我把手机摁了，没录到。马哥，嗯，叫我去他家吃饭，去不去？下午啊。他叫我们去他家里吃饭。现在还是什么？现在。现在啊。嗯。你去吃吧，我吃干肉都吃饱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甜啊。那算了，你不吃我也不吃了。你去吃嘛，人家这么邀请你去，你去嘛。哎呀，甘蔗甜不甜？熄火了，我操！哎呀妈逼的，细的！美女姐姐叫我吃饭，但是这旁边有一个饭店啊，农家小院。我们刚才在这个农家小院里面坐了一会，老板娘以为我们要在这些店里面吃饭的，下馆子的，然后这边的姐姐也不好意思怎么叫我吃饭啊，就是说了两句啊，但我也没有答应，因为刚才说了在这边吃啊，搞得我也很尴尬。我其实我很想去蹭他家里的饭，要蹭他家的饭真的都不用蹭，都不用开口哈、啊、他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，我是怕搞得他家里跟他对面这家关系搞得不和谐，就是用我们土话来讲，就是抢生意哈、啊，抢生意。因为已经去这个饭店里面坐了，准备在饭店里面吃饭，然后又来他家里蹭饭，他就接受了的话，不是抢他家生意了吗？搞得就是怕搞得人家邻居之间不和谐，所以我就拒绝了这个饭。啊，主动邀请我蹭饭，我还拒绝的。头一次，溜不溜？吃甘蔗，听马哥说甘蔗特别甜。熄火了，你不会下来吃吗？桌上面不热吗？过瘾哈，好吃，要不再买两只啊？算了，不买，买等一下他又不要我钱，更叫人心不足。人家不要我钱，我吃一根不够，还要几根，真的人心不足啊。这边来说就是民心还是很淳朴，民风很淳朴，人也很友善。这两年这边的生意不大好做，没有什么生意啊。好在是他们是住在这边，然后成本这一块的话就比较少一些，勉强维持。这边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啊，
有温泉，有茶园啊，就是种茶叶，嗯，很多茶园啊。这个水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，温泉。